骨龄测试啊，骨龄测试到冬训啊，这是我零二年去这个清远冬训，清远冬训有起码30支球队在那儿，那么就是在清远就正好队伍集中骨龄测试，骨龄测试这帮王八蛋就是集中出钱，那么有关系的提前就是有关系提前的这个就是。教练员啊，有良心的教练员啊，就是我队里有没有假年龄，有，都是到我队里之前改的年龄啊，我这个确实我没改过，但是我队里是真是有假年龄。那么找到中国足协了，就中国足协了，管这个事儿的啊，咱别说这些名字了吧，2万，这关系好2万，再差一点的3万。那么贵一点的为什么5万？主教练，出虫就在里边出2万啊！我去帮你办这个事儿，我拿2万，一个孩子就是相对的啊，基本上就5万，3到5万，多少个孩子骨龄测试啊？30支球队，一个球队20个球员，600多个孩子，你想想，当然他测试是一部分测试，你想想这个1500万。1500万，就这样一次训练就是1500万，减一半吧，减一半。我们算25000块钱，算个平均价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如果是600个孩子，那就是1500万的销售额，而且是纯利润啊，这啥成本没有？这啥？